图啦，因为其实这已经够简单，但是对一般来说，看还是要解析一下，104也比较多哈、哦，然后这其实还是不好理解，好、哦，其实最好理解还是看图，最好是有如果有时间结合数量的话，那其实用折线图哦，会比其他的图形来得更适合，而且更直觉嘛，哦。好，那所以假设我要把它画成一个这个有节点，最好有个打点哦。那你可以找到，所以哦，第一个我刚刚先把这个，我刚刚是什么？插入枢纽分析表，然后把年有没有拖拉到列，再把年拖拉到值，哦，这个做完，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然后再把列标签这边有一个有没有有一个箭头点下去，把100、102、102打过取消，它就看不到了。所以以后如果看不到，可以用筛选啊 ，OK 哦。然后呢，再来就把它画成图。那怎么画成图哦？关键的地方就是在右上角会有一个叫枢纽分析图。所以哦，你只要把这个表给做出来，你希望画成图的话，主要是利用这个东西 ，OK 哦，枢纽分析图。当然，如果你不用枢纽分析图的话，其实你可以利用插入图也可以啦，只是说一般习惯还是用这个比较容易一些些。好啦，按下它，然后再来的话呢，我如果要折线图，那你就找一个折线图，不过前面这个是没有节点的，我自己比较习惯是含有资料标记，选第四个哦，含有资料标记的折线图，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折线图呢就会被我们产生的哦。那接下来当然最后我只需要把它做一个位置的调整，有没有？不过哦，如果每次都要调位置，然后调宽度，有没有？然后还要调高度。那如果每一次，如果你图很多的话，你要调哦，一直慢慢调。可是如果你可以写成 VBA， 就我刚刚讲的一个程式就解决了。你只要告诉它位置，告诉它宽，告诉它高，它就帮你画好了。OK， 其实还蛮容易的哈、哦。那最后呢，上面的 title 名称变更一下。哎，它的名称的话，我这边习惯是用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名称的话，我把它取名称叫做历年的那个哈、哦，历年窃盗折线图好了，比如这个名称好了 ，OK 哈、哦。然后呢，我就把它加上去到这个上面的啊。理论上呢，你们可以把它字的大小哈、哦，常用里面改成20号字好了，然后颜色改成红色啊，大概是这样。甚至要不要加粗体？好，加个粗体啊。好，这样就差不多完工了啊。最后呢，我的习惯是因为它这个图的右边哈、哦，会有一个叫图例，这个叫图例了。好、哦，那可以把它拿掉，就 delete 掉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它这边有一点怪怪的，你在这边多一个合计，这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就把它 delete 掉。好，这样的话，理论上我们就把这个历年窃盗折线图把它产生了。那最后呢，如果你还要更完善哦，可以把这个标题复制一下，修改它的下方这个工作表名称，它本来叫工作表一，把它改成叫历年窃盗折线图。OK， 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一个。哦，那第二个怎么做呢？一样嘛，你再切回来，然后把这边区有没有？区的话不用啊，跟刚刚动作雷同，游标放里面，插入枢纽分析表。然后资料 OK， 哦，然后把怎么把区拖拉到列，把区拖拉到值 ，OK， 哦，那只是差别有个地方了哈、哦。我如果希望按照数量排序，就是多的排上面，少的排下面的话，那一般习惯是会把游标放在 B4， 哦，然后再点选那个排序嘛，就资料里面的历到 A 就可以了，哦，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比较简单的排序的话。你就游标放这边，然后按一下这个历到 A， 它就会告诉你说哪一个是最多的。哦，按一下历到 A， OK， 好，那你可以看到呢，哦，中山区它就排出来了， OK。那最后当然我希望呢把它绘制成什么？绘制成那个比例图的话，哦，哪个多哪个少？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什么？一样是分析的哈、哦，所以你如果找不到那个枢纽分析图的话。它理论上你只要游标放在这里面，上方其实会有个叫什么枢纽分析工具的哈，它其实躲在这边。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可以稍微找一下。好 ，OK， 然后一样按下它之后，把它绘制成一个所谓的圆形图。圆形图应该是第
个啦，齁，枝条图的下面两个，然后呢我们用平面就好了，那这边有立体的，我们不要那么花俏，好，然后你直接怎么样把这个圆形图给绘制出来，按确定就可以了，好，然后一样了，位置比如说把它搬到这个 D2 好了，哦，OK， D2 的左上角，然后宽度的话加十栏宽的话到 M 嘛，好，如果1234567891栏，然后列的话呢你可以往下拉，哦，到这个20列好了， OK， 好，类似像这样，不过后面一样可以用程式来解决，你告诉他宽多宽高多高，这样就 OK 啊。最后一样那个标题啊，改一下标题名称的话呢，比如说叫做什么各区比例图啊，比如给他一个各区比例图啊，类似像这样，好，然后一样哈，名称修改之后，把它改一个常用，好，然后字的大小的话大概20好了，然后红色字粗体字啊，跟刚刚一样，好，那只是说呢，最后哈，其实这也是已经 OK 了，但是比较不好阅读的是说它上面没有显示到底这个哪一区的占比多少，你必须还要再看这个隔壁旁边的图例颜色才知道说，哦，这个，不过这个最多的这个好像真跟这个颜色很近，它又跟大安区很近，所以很容易混淆，所以一般习惯是说，我会在上面加上资料标签让它看起来比较清楚，所以一般最简单的方法按右键，哦，这边就有新增资料标签，然后呢资料标签它有两个选项，那我建议你可以选下方的叫做图说文字，有没有新增资料标签的图说文字，或者因为最简单，如果你用那个资料标签很麻烦，你要改很多地方，哦，不过跟各位讲，哦，好像我记得2013以后才有新增标资料图说文字，哦，旧版没有，所以以前我们旧版怎么做，以前旧版是新增资料标签，对不对，它出来了，啊，这个不对，对不对，你还按右键什么资料标签格式，然后还要在这边把这个类别名称打勾，然后把百分比打勾，这个打勾取消，然后还要再到这边怎么样，在终点外侧或者是终点外侧，好，把它放出来，但是哇，我们是很熟了，可是我发现很多人每次教完这个学生都昏倒了，老师你太快了吧，我们还没看清楚你就做完了，所以我建议啦，你刚才不要记这个，这个有点麻烦，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按右键，有没有直接怎么样，就是这个了，哦，叫图说文字，它一次就 OK 了，这些全部都不用知道，马上有了，只是说啦，因为这个比较麻烦，就是如果你的版本太旧也没有这个功能，没有的话那你就用刚刚那个方法 OK 哦，因为之前有去那个企业上课，麻烦每个人用的版本都不一样，有的2007、2010、2013、2016、2019都有，那每个问题都不一样，这很麻烦，所以我说，哎，我们先以哪一个为基准，如果你是其他的那没办法，你们就是先试试看吧， OK，哦，再讨论，不然这很麻烦，哦，每个版本都不同，哦，好，那最后做出来这个图例应该就不需要了，所以旁边这个图例，哦，你其实也是一样，你可以点选它delete 掉就 OK 了，好，这样子的话两个表跟两个图就先完成，但是刚刚做法都是用图法炼钢，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我希望可以把它变成像刚刚一样程式，有没有就自动完成的话，那该怎么做，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哦，先把刚刚的动一样，哦，最后这个标题名称，哦，我们一样把它改成它的工作表名称，所以最后做出来了，哦，就类似像这样子，就是这个是原始资料，那这个是折线图一个嘛，哦，然后各区的比例图一个，那其实它有路接到了，不过这个比较难，我们后面看有没有时间再做，我怕说后面可能时间来不及，因为今天好像只有2.5小时时间，我们看后面如果有时间再讲啊，其实原理原则都一样，哦，那最后我是把这个工作表名称改一下，这个叫这个名称太长，我把它改成资料 data， OK， 好，所以最后你可以得到的结果应该就是只有三个工作表，哦，这个是资料，然后历年这个切到折线图跟各区的比例图， OK， 好，哦，所以那待会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改成
用这个VBA 的方式哦，所以现在是都人工方式，所以待会第一个按钮也许这样好了，我们不要第一个按钮就按下这个按钮，然后先把这些资料先清空，然后再去从那个云端上面去下载资料到这边，然后再插入年，然后把公式哦，然后再插入区，这样子，所以程式流程大概是这样。哎，那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出简单的爬虫？哦，那等下再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先 OK，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哈、哦、爬虫的部分。哦，那这个爬虫做完之后，再来就历届折线图的绘制，有没有？所以按下这个按钮，这边就有一个图了。那按下这边这个按钮，也就是各区的比例图。啊，最后可能一个按钮就是再把这两个删掉，大概类似像这样哦。待会我们再来看哈。哦